It's so hard for me to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. It's so hard for me to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. It's so hard for me to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. I love you. It's so hard for me to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. It's so hard for me to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. I won't. It's so hard for me to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. I don't. It's so hard. Hello, 大家，今天是3月23号，然后我下午约了跟我方出去见面，现在呢就准备开始化妆了。今天呢准备给大家测评一下这个，就是兰芝他们家的这个雪莎丝柔系列，就是一款隔离跟一款粉底。这个隔离真的是我的第一支隔离，我当时差不多是大一开始化妆的，我真的不怎么用粉底，然后一般出门都只涂一层这个兰芝他们家的隔离，然后顶多再涂一支口红就出门了。我现在上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我选的颜色是40号色，就是紫色，它就是这种质地，这个真的很好推开，它是这种乳液的质地，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像我一样就平时喜欢化淡妆的人，就可以不涂粉底，直接涂这个就出门了，真的很方便。这个隔离我觉得真的很方便，它可以那种提亮暗沉啊，然后再均匀一些肤色不均匀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就是嘴角之类的地方，我会少上一点。然后直接用手推开就行了。就有一点增白的效果，我觉得平时真的出门完全用这个作为底妆都足够了。接下来呢就该粉底的部分了，粉底我选的是13号色，然后现在剪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质地算是流动性比较强的那种，也是很好推开，我现在就给大家上脸看一下，我会少上一点，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化淡妆的。这个真的它的那个滋润度很不错，就不容易卡粉之类的。我今天还是用美妆蛋上妆，我刚已经去把它给打湿了。然后就直接用美妆蛋，湿的美妆蛋拍开就行了。这个色号我选的是最白的色号，我觉得还挺适合的。贴合度跟皮肤的贴合度也很不错，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妆感。眼下和鼻翼两侧地方我也没有卡粉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一点还挺不错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去补了一个全妆，然后还在家里吃了午饭，离刚刚上妆我看差不多快2个小时左右了。我现在准备出门约跟我方见面，现在凑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妆效。我刚没有上定妆的东西，也没有上补妆啊之类的，然后它妆感特别自然，然后很清透，就是底妆非常裸妆的感觉，我自己非常喜欢，就非常非常自然。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了，然后等一会儿每隔1-2个小时吧给大家更新一下我当时的底妆的状况，那我们就等会儿再见啦，拜拜。我现在到了，大家猜我又来哪儿跟我方见面？当然又是来福士了。我觉得我来福士的频率，就是我视频里没有来过这儿的朋友应该都熟悉了。我们现在就过去找他，我今天提前20分钟就给他说我已经出门了，结果我迟到了10多分钟。现在我就准备去这家眼镜店，然后买了镜框，我种草已久的妮妮同款去看一眼。在这两款里纠结，我准备买这个粉色的，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广告款，最后我就买的这个，然后选了一个这个镜盒，我觉得还挺好看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拿反了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。我还没有配镜片，我准备直接去别的店里配。
热的要多少？然后你的要什么呀？三分。那个冰的要三分。去冰什么去？然后都要冲杯吧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 KY， 然后又买了一杯奶茶，这次买的是热的，因为我不能喝冰的。给大家拉近看一下我现在的底妆吧，离上底妆已经差不多都快三个小时了，就跟皮肤越来越贴合了，就状况还挺不错的，就很自然，我还挺满意的。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坐一会儿，然后过个十分钟就去看电影了。我们俩还都没有看那个惊奇队长，今天我们就准备去看，我真的挺期待的，小布背着我先看。我们坐在第几排啊？扫描二维码。你好笨哦，爸鄙视你。Hello， 我们刚看完电影了，就是那惊奇队长，真的挺好看的。然后有两个彩蛋，第二个彩蛋等的真的超级久，而且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，大家去看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就在逛一会儿，然后晚上就去，哦，就是应该都看完了，然后晚上就去吃火锅，就去玉林那边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那个底妆的状况，就还挺不错的，已经过了差不多四五个小时了。Hello， 我现在在 Lacoste， 然后我试了一条他们家 Live 系列的这个连衣裙，我有点纠结要不要买，因为它这个是针织的，可能夏天会有点热，又是黑色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大家觉得呢？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有点长，可夏天真的有点热。就是这儿，我们到了，已经有好多人开始吃了，不会没有位子吧？应该有吧，反正肯定过一会儿就要开始排队了。就是这家飘香火锅，说性价比超级高，就很便宜的那种。然后我刚把那阵儿戴上了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那个底妆的状况，就持久力度真的还挺不错的，也没有卡粉之类的。我准备等会儿边吃火锅边给大家更新一下，在这种热腾腾的气氛下，这个底妆状况是怎么样。到目前为止我都挺满意的，就很自然的那种，妆效很轻的感觉。我们点的菜上了，这次的分量就比上次那个青年多很多，外面还在排队耶，我们进来了呢。从这边走再往那边就是我小学，我上次视频说了，还有人私信我说他跟我一个小学的，好有缘啊。我最近每次吃火锅都会点这个，就是牛蹄筋，真的特别特别好吃，大家如果没尝过一定要试一下，下火锅里真的超级好吃。吃完火锅了，然后准备去甜品店，就上次那个猫咪咖啡厅隔壁，就有一次跟我一周年的时候跟小胡去的那个法式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那个底妆的状况，我就只补了一个口红，因为我刚就一直在擦鼻子这边嘛，所以鼻翼和嘴角可能有点脱，因为我一吃辣的就容易流鼻子，其他地方呢都还挺持久的，都很满意，妆效呢也越来越就跟皮肤融合了。那我现在就过去啦，我们就等会儿再见咯。结果我们要去的那家甜品店它竟然倒闭了，
我们就准备去刚那个火锅，就飘香旁边，上次我跟我妹小胡还有我弟去的那家如斯台北，他们家的那叫什么来着，什么面包真的特别特别好吃，我们现在就准备过去啦。结果我们小学这条路好像在办什么活动吧，就是都是这种卖手工艺品的，我想去看一眼，但我放不许我去，但我还是要去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步伐。哒哒哒，里面就是我们小学，巨小，超级小。哪儿啊？就最里面，超级超级小，特别小。我们现在在这家甜品店，然后我点的是一个什么柠檬猕猴桃果汁，就那种鲜榨的，还挺好喝的。然后我方点的一个什么珍珠奶茶，他又喝奶茶，这个奶茶上面竟然是奶油，我也超级罪恶的，又要长胖。然后点了一个上次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蜜糖吐司奥利奥的，真的超级好吃，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，特别特别好吃。这门口就是那个青年火锅在排队的人真的超级多，这青年火锅跟飘香火锅人都特别多，但我觉得也没有很好吃啊这两家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到家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:30了，离我刚上妆差不多都快10个小时的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底妆的状况，真的就很自然，持久力度真的非常非常不错。今天去吃了火锅，然后各种戴眼镜啊之类的都没有怎么脱妆，我自己真的非常满意，它出来的妆效真的非常自然。今天我对兰芝的这两款产品真的很满意，推荐给大家，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下。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吧，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